如果你的振动频率中带有需要金钱的信息，那么就会不停地吸引缺钱的频率。即便目前缺乏金钱，你也要找到方法让自己现在就幸福起来，现在就感觉良好，现在就变得快乐。因为这些美妙的感受，就是你拥有钱财之后所能体会到的。财富无法带来快乐，但快乐却能带来财富。